是5996，那今天来分享就是 Audi A6 C7.5 代的 LED 大灯，可以看东西今天来很漂亮，就是我们一般 HID 版本的光条是在最上面，那这个 LED 的是光条在这边，就是日行灯，然后它上有上下这样，很漂亮。对，然后这一组大灯还包含了LED 流水的方向灯，就是亮的时候会这样流水的方向灯。对，然后可以看到里面又是大灯，它是一条这样长方形的，很有科技感。然后这个是远灯跟雾灯这一组。那这个我们买的是原厂的拆车件，是从大陆寄来的。对，可以看到上面的标都是有原厂标，然后其实寄这种灯他们也包装的不错，就是这整组包起来以后用这个塑胶的这种空气泡棉捆好以后，它是装在这个箱子里，然后装在这个箱子以外他们还有两个这种木头的支架。对，那因为我们刚才把灯拿出来，所以支架已经拆开了。对，它就是两个这种木头的支架。刚刚看这个芯片是 Made in China 的。对，所以我就在想，是不是因为我买的是所谓的大陆的原厂拆车件才是 Made in China， 结果不是，结果我发现我去我的 A6 上面看，它芯片也是 Made in China， 所以我们这个车虽然是德国生产、德国组装，但是车上还有很多零件其实不一定完全都是德国做的。对，像它这个灯壳好像就是捷克吧，里面的灯芯也是捷克做的。对，然后芯片刚才那个晶片是大陆做的。对，那当然因为我买的这个是原厂的拆车件，所以完整度一定是比较高的嘛，就是原厂的东西，密合度也一定 OK， 那当然就是稍微比较贵一点。对，因为这种大灯也有做副厂的，但是我这种原厂件就会比较贵一点，但我觉得也值得，蛮好看的。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，我是5996，喜欢我的影片可以帮我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